咦，他的，你呢？你回来了？媳妇儿出来的不是？没有啊，今天没出太阳啊。咦，太勤快了哇！食材方场必有妖哈。哪里哇？我这个偷我了，你来种菜喽？要得，我就帮你煮回来哈。嗯。嗯，种的勤快啊，我得很，你先。走走走去。哎，走。咦，他们。他的还是教我哈，也可能我这想多了，你没往后抓，这个啷个弄啊？这个你帮着打个勾勾，我们拿一根钉绳儿。我这不这个，你给我弄安绳儿吧。哪里？哪里？教过安哈。嗯。那还是曾经他儿挺脑壳都大的。再点点大菜。要烧好多块啊？烧几块哇？也要烧一块呀、啊？喂，今天冰下去噻，吃都吃了哦，让它长起来吧。再烧点青菜。嗯。也喂多了米粉，孩儿领都在长，讲不定。嗯，落点雨嘛，它长都要长得快点的嘛。再去挑挑来哈。也挑得不够哦。搞不好。雨。慢点哈。这黑火。哎，我现在是窝了面捏起吧。咦，有点儿。嗯。你还没打喽，回去做饭去喽。走啊。你先提起钱哈，我这两我本来就是，可三笼白饭吃哈。吃了早晨了，刚又饿了，懒得整了，懒整热的。那行吧。下米饭了，下米。哎，大心了，坎儿太跑了，煮的熏包包的。涛涛，你去看门那老嘴儿的怎么样？哦。嗯。趁涛涛下去切块腊肉。他今天都弄的勤快，无疑不能小气噻。刷三块的炒哈。腊肉。挑挑跟他的看好有鱼，是好泡的泡菜呀，闻起都酸。好，哇，这个应该有。先把鱼给它都藏得弯掉，再舀饭给一点，怎么看不出来？那都是老板煮人回去了个。嗯，去哇。有一捆红椒儿那个。红椒儿哈。那你拿哪油菜啊？煮油和小菜油了，混合。我从那个油锅煮来吃一下。把你这想热想疯了哟。哪有啊？你等不起热就不要行哈。哎，这泡菜可以吃啦？可以了。嗯，好酸哦。是酸了，又酸又脆。嗯，嗯鱼。哈哈，他你都让我的勤快了是吧？我必须不能落后噻。嗯，看到没有？我晓得都有鱼。哦。就是因为怕这里看到，哎。二回吃了，多传统的勤快，哎，不用我喊。嗯。就多不开点幌子嘞。来。这空气锅巴的安逸哈，叫你炒出来了。好香。